感謝來多別我
心耶罗南多七种土蒙德巴，七金果轮果轮顿所。感谢是三种，感谢是让咱家的人。
面里啊，卡上的，除了卡些多结账，除了的是，除了吃的钱的，面的钱的，第一节里啊，那个，他缺些钱的，主动收银。在这里，首先我要向在座的仁波切们，还有所有的僧俗大众们，问候大家，大家好。在今天呢，是这一次为了针对这个外国学员弟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最后一天。那么也像昨天一样，那首先会是回答一些问题，最后我会分享一些佛法来做结语。可是满足六角的老中学会呢，在我们西方的教育来讲，这个会比较强调就是学生互相的一种竞争，那也很强调这一点。但是对于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来说，那佛法当中会提到不要有这种比较心，不要有嫉妒的心等等。第三种就是第一个过来学习，所以啊，针对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如何降服我们的这种嫉妒比较的心？尤其面对别人对我们有嫉妒竞争的心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
Tene Hindu san chidang ke bobo yoga de ke shirake chumbre sha. Ji sosu ki kaza shingi yoga de te ji ji xie ba tele ya sosu ki ding dang ning do bro ji yoga de ke chum shira de sha. Ta yin bin de ji xian ke su ki gyu le ya ma ro ji dang. An da na ji ji rang le ta yuen de la wa yuen de che wa. Yo ba de de le ya an ji Kasih mikir mikir belum mikir wah, dah tindak tuji, wah dah kesi mesti ada sya. Tapi kalau tuju cuci nyamni cebek kalau ini ya, cuma rindu tuju saya masih. Mungkin kita tuju zayuji lama koma tuju, tapi tindak cian tuju. Namdar lama pernah marben tindak naya orang, milen tindak cian orang situ sana. Oh tuju ngaji tindak tuju cuma susah tuju. Tiang rindu terasa tindak saya itu rindu cian baru tua. Ane ko Kon rabor je cuma sam, tiada juga mana. Koran rang, benda lama kumpang koran dosa lagi insa Allah. Koran rang cecah lagi insa Allah. Tiada dosa ni, jadi bawa thombor je. Tapi yang ini ni, tapi dia yang aju je, tebal mukul dan tebal tuan ni, saya mada betul. Tapi jadi aju jidang ni, cakdo dan aje nasi cincin, siapa kau tu semua? Yang aja cincin, 远点了呀，但这马哥哇，但这个老老大姐没用吧？先去远点了，后边老大，俺那就先了呀，先去远点了，给一场，俺那样得到不穷了，什么了？人家这个他省，西瓦这个当省，他说的，江巴路，人家就这多，人家就算了，这当过来了一下子，但也没那地方平均。 那么其实自信心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哦，因为在佛教当中也有提到说有三种懈怠，其中的第一种就是轻视自己的一种懈怠哦。那什么叫轻视自己的一种懈怠指的就是啊，这个事我是做不到的，我没有办法达到，我无法达成这个目标，然后你轻视自己。那佛法当中说这样的一种心态是错误的。 而且也说呢，这是所有懒惰当中最不好的一种懈怠，最不好的一种懒惰。所以要有自信心，这是很重要。那这里的问题在于，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我慢心跟自信心搞混了。那么这里首先就谈到说，像西方来讲，由于从小的教育，很多的观念灌输给小孩子，就是要有自我的意识，很强调这种个人的独立、个人的意识、自我的意识。所以会看到很多西方的小孩，其实从这方面来讲，其实是很好的。像他们从小就有点像大人一般，甚至他们可以直接去执行或者是对着那些，甚至是总统或者是官员能够发问了。那有时候看看像自己藏族的这些，我们藏族的孩子来讲，那从小因为没有这样的一种教育，所以你看像他们一见到那些上师们的时候，甚至都不敢直接看上师，更别说提问了。然后眼睛头都要低低的。那么没有这种自信心跟勇气，那或许这方面来讲也并不是太好啊。那么因为从小藏族来讲，也
好了，但总的来说要相信自己，要对于自己的比如说你的理解、你的观念、你的这些，你有一个自信，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当你有自信心的当下，不要去轻视别人，也不要对于
比你更好更有这些学问的人，你不要心中不喜，而是要随喜赞叹，那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自信心的部分。第二个讲到说比较心了，其实佛法里面也谈到比较心的，甚至是更强烈的一种比较心了。这是譬如说我们看到过去的祖师马尔巴、密勒日巴等等，像我们修行者都会发一个愿说啊，我要变成马尔巴，我要变成跟密勒日巴，我甚至要证得他们的果位。你看这种比较可不是一般的，这可是完全更厉害的一种比较，更大的一种比较了。那因为你不只是说你要比他怎么样，而是你甚至你要成为他。所以其实佛教当中也会谈到有这种比较的，但这种比较的跟一般世俗的比较的差别在于什么呢？在于说这种比较心它是以信心跟以这种虔诚恭敬心为基础的，而它并没有掺杂着任何的嫉妒或者一种轻视或者一种我慢在里面，或者一种不欢喜别人比我好的这种烦恼心态在里面，这些都没有的。所以这种比较心，佛法里面的比较心，它带着是恭敬，它也带着是一种随喜啊，看到别人的功德这么殊胜，我也要变得跟他一样。所以你的心是很平静的，你的心是调柔的。所以从这种比较心来讲，佛法里面也是觉得是要必须要有的。所以总的来说，无论是自信心也好，比较心也好，我们重点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自信心跟一种正确的适当的一种比较心。这个问题是在西方的许多中心当中或者团体当中，有一些甚至比这个非佛教徒还更烦恼多，然后还更没有慈悲心，还更有这种比较心等等。那请问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在西方的这些佛教团体，如何能够更加的和谐融洽？大姐，这话全部都是这多的。阿弟，这话的了，我连起脚都认得，我穿着什么了，大大缩小了吧？阿弟连的，我脚都要买了，看来还不应该的生活。之前那句，他们那么恐怖去吃哪路了呀？吃一菜噻，就抢着要的什么？吃一菜的，吃一菜是多少的？本来你。国外的去哪办些事呗，是吧？国外去哪办这个国外下些个，但这新闻里又是打国外啊，国外搞洋铁皮啊，咋的？哦，打这个的，看到了看见没呢？可对呢，这没上不起好嘞，这开水，也不起好嘞，上不起好嘞，上不起好嘞，这些都算假事呢。Just in Bhutan. I had be a good person. So, what I could do in a shady or what I Benadi Pama de Zugi, Bodhisuli, and the Abuja or Jingian Joris Ladusa. That take just in Bhutan. That bad person with Cheshama. Mother Nature Samaras of Sorochi. In Gorba. That is what China could do in a chichana. La Lena and Matarche. The Sosugi, not from your.Depth of your heart, right? Ji, number three, give a chair down. And down, as in, Ji, miss number chair, say, the, so, so, Ji, and in Taiwanese, Martin, main chair. That miss in that, Ji, down, Kansa, Cherabashi, Ji, and go, oh, John, miss number chair, or, number three, give a chair, or, Jason, or, Tamzu, Sung, or, Ji, chair, or, Ni, chair, or, as Mambo, live in this time.그래서맘고인디산다그래서지가수에그걸좋아하면그렇지않아지그래서고인디산다짜스부럽지않아
tini urwa an dana se labra do ji lama guide samar be ta ko ngone ji chue di mangbu ji xie gu xie ba che xie ba da la len la ma da ba che che ane ji qin bi gina ane ji ka su e xie yam ra ba cha me xie yam si tu sa na ko chue sa ji xie yam ra ba che ge zi xie yam ma da tuen la len da ya me ba che xie yam ra ba cha ra ba te mangbu cha su na kani nian bu xiu xie ya yun ge la len li ya ane da ya me ge ra ba te ne ji cha ra ya nian ga duwa dine di jun zen ten chik xie na nga su nama san ge ba li ya chik xie na da kan da ra ji Chambha de Nyingji la soba, unne chane chi mi sangpo chi chaa ki ta karchuwa ta floso shenyun lopchong lopso education cha zang yuwe bache dhe de ina ya di la len la nga chu ta ya di ya di si karchuwa अजे लालें दाया तो न्यून छाप इन्हें जो दी छोटे क्यों जो जोड़ दो छोटे ने जिस चीज़ ना अने ता जून्से मामू यूँ रो छोटे ने जिस चीज़ ना ऑर्गेनाइजेशन समर बता जी कहना तेरे आज जिंग्यों उन्हें तो छावा लालें दाया कर लिया दादा दादा के कर जिंग्यों जो आप ये भी इमी ना अने जी पिके कर सो Susu langga ada, gua liang gua tinggal lepas itu, zingjong yang macam begini, ane, jadi siapa, ane kasih lagi langga lepas saya pun tongsi, ane susu kari cegu ya beti, hak tu ya lepas itu, macam yang gua dah sengat, nanti dia main windows, nanti kalau, contohnya jadi, nanti macam, nanti pasi di nasa deh bang, tangpo tu, nujul ye ni mana, jadi siapa tu pepe nasa deh gua yang kira, pepe tu. 不要把忙去，家乡忙不起，缺新给我们，缺我们那里肯定新给我们。但有没得去干说？啊，要不去上不去啥的？不，但你这个就是，但的，我那老年了，打鼓要不缺啥的？不呢？金牌跑的都是吧？老家子写的呢，凭个嘛了吧？他金牌当过了吧？啊，但有没得俺说金牌跑的都是没得写。 이네 진짜 당할라 때 버지 가서에 용료를 차대요. 나 다나 쇠배 버리듯이 뭐 셰셰셰셰셰. 다들 엄마 내 망고 좀 엄마 남아지 알았어. 고 남아진다 제도 사나 고란 남아 남아지 없지. 아니 고 남아디 남아신다 아주 도와 침버스. 근데 남아신다 대 콜 기지 티브스. 남아 빅 Lama el geze tibres, kena ti zang karche ye sang, a ti zang peke kashu kobe na junju ti, junju yabu ti wins. Ani di kumju, an da na yang jik geze shi du san, an kong la kumju ji chong ye sara, lama te, riba kumju. An di ne du san, an mi jik jik ngal nyora shi de la kumju gyawe, kumju gyawe, kumju di zu yabu cha song sara. 但对他们现在的，哎，把这叫那个居住地就算了，随便留的是把这地域给嘛的，而随便留不要把地意思搞懂。他的意思就是，差不多，他看那些的，但这个说，他们确实的，这个新疆留的，你去确个，他们说没有的嘛，他，看你讲讲些，那，说是新疆留没得移民呐，但这确定我那就搞出来，他，七张不缺，民政不缺，不差多的，嗯，他们缺，养大不当，我那上面他们缺缺个嘛的，这里就俺从俺不知道，可是看图图，缺七张嘛都嘛都问题，哪年了打脱呀？ 哪年大家在做做，但新疆留的钱都哪年打过？你不定啊，就这个，缺少个别的，甚至的这个的呀，啊，就这个拉面给嘛，搞出来，搞上不能，啊，当然就我嘞啊，就增强这个的水平呢，打，这个搞出来，吞脱了，哪年吞脱了，缺了不起，这些钱呢？
제일 된다 뇽데스 뇽 좀에서 마시 다데 리즈 망고 얘기는 해야 돼 망고 시에 심매 所以在这里，法王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哦。如果我有办法的话，那早就管理好了，今天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哦。所以，那这里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常常说，如果有时候你说太多，然后别人反而会听了烦了。譬如说，如果你总是在别人的耳边唠叨说。”一直说啊，你要成好人，你要有善心。有的时候别人听了呢，可能也会烦哦。那么，甚至会觉得说啊，我很讨厌，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话。所以，就好像有的时候，有的父母管教太过于严格的时候，反而会让。所以回到这里，法王又说：“总之，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我能够回答处理的话，我早就处理好了。”无论如何，讲回来说，就好像有的时候，如果父母管教太过于严格的时候，反而会让这个孩子，反而他会觉得说：“那我反而要做得不好，我要变成一个坏孩子。”所以，重点呢，佛教。我们现在有的很多人修行者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并没有从真正自己的内心去感受，去发觉说，为什么我要身为佛教徒，还有为什么我要成为一个好人，要成为一个善人，而都是听别人说，就是别人告诉，因为别人说你要做一个好人，因为别人说要皈依，因为别人说我要持守三昧耶戒等等。总之，你听得太多，但是呢，你心中。也都还没有真正一个去感受，真正去愿意去这样去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尤其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听闻上师的教导跟这种佛法也听很多了，但是我们都只是听而没有去做，结果慢慢的变成自己也成为一个说游子一般，就是只会口中说，但是呢并没有付诸于实行。那么其实就像佛教里面有太多太多这种，比如说慈悲的这种，你说哲学理论也好，实修的方式也好，有很多的教导口诀也好，但是我们都学太多，并没有实际去行动实在是太少了。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来讲，真的有太多太多很多原因会造成这样的问题。那就讲回到比如说一个组织来讲，就是刚谈到佛法中心的很多的问题，重点真的是在于管理。如果这个领导者他是领导有方，让每一个人知道目标是什么，清楚自己的目标的话，跟这种准则的话呢，那很自然中心会管理得好。那很多时候似乎这个管理者主事者并没有这么去做，所以或许也不能说这是西方的问题吧，可以说可能藏族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总是说太多，但是呢并没有实际去做。譬如说就算你说了100年不停说我要布施，但你总是没有真正这样去布施的话，那你还是没有真正在行持。同样，如果你说太多忍辱，没有真正去做的话，你也并不算是真正一个菩萨的行持。所以这里就想到一个故事哦，曾经有一位有两位喇嘛，那其中一位喇嘛就问另外一位说：“哎，你最近在做什么？”那位喇嘛就说：“哦，我最近在教大众这个入菩萨行论。”然后讲的这个喇嘛他也谈到说，但他最近也面对一些官司啊，还有在打官司，然后他也说，总是很情绪的说他终于赢了官司等等，反正说了许多。最后另外那个听到喇嘛他就问：“诶，那我看你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的忍辱品你大概跳过了吧，你大概没有教吧。”所以结果这个喇嘛他也说：“没有啊，其实我有教，我教得也很好。”
这就是一个故事，就是可能你有学很多忍辱，但是你并没有将它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这里要讲的重点就是，当我们听闻这么多佛法的时候，佛法真的是什么？它是实修的，它并不是我们口上说说的这些谈论的这个话题，而重点整个佛法为的就是我们实际去修持，在生活中去实践。那么有的时候如果说太多没有实际去做，慢慢的这个佛法它就只会变成是一种徒有其表的，然后空泛的一种谈话了，而它的真正的精髓也会丧失了。所以这里的重点是，我们任何一个学佛的人、修持的人，就算你今天你只听到了一句佛法的话，或者一句口诀、一句教导，你也应该试着要去做到它，在生活中去实践。永远记得，佛法的内容都是帮助我们调伏自己的心，回到自己的心上去修。同样也请各位记住，如果你是有这种佛法中心跟团体的话，那么这个中心的上师的这一些善心的敦嘱跟各种的教导，也请大家随时要意念起来，这是很重要的。而如果你是中心的管理者的话，你也要真正用心的认真去管理中心。这里虽然说了很多，但是实在一个中心会有很多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也是很多，在这里比方说其实他也并不是太完全的了解跟知道。当然等到这开启学的变得缺少了呀，胸间没看到前面的这两个主念了呀，他说 basic 什么梦想或者 introduction， 我说我这就谢谢，那么上就没去，梦想我这谢谢，对，我这不谢呢，感到忽然缺少点了修呢，在外面有可能没得，忽然还过过来的，给就不晓得啥，啊，这点点我就是给没这些，大的缺少那么久，那个另一个呢就搞的是这个缺少的，就搞的没得，给就没这样的这。我最缺少的，我最缺少的，我最缺句的，我最缺句的啥不这个？但看的，我前个月我这这边强迫的你的说，讲不的是蛮闲话呢，这个让心给这个处理一下的就行。你主要为什么送东西？他做的，看到了呀，但缺少的了呀，修别就隔断了不得，但总说还是缺两面墙了，人民就啥呢？第缺两面墙的，一个你们谈不过来呢，那就要不就帮我这些，叫他得修个就三的，这就不是。他看到了，最大部军都在我这些话的开始没事嘞，我这些。但他做的我这些呢，他看到可能新旧的，可能给。我这钱不得就心就连加不起来，刚才就心定的，刚才忽然没上不起来了，这就这个手机别出现过的，该怎么治吧？所以这里呢，我还想到一个重点，也就是对于这些可能说参与中心的这些法友或弟子们真正对于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在。他们一开始进入中心的时候，要好好的跟他们介绍什么是佛法，要让他们建立起这个很好的一个佛法的一个基础，那么让他们知道到底修行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我要加入这个中心了。但是呢，现在很多中心似乎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一看到有会员加入，或者一有法友加入，先没有跟他说什么佛法的内容，反而是跟他说哦，我这个中心怎么样，别人的中心怎么样，我这个法脉是这样，我那个法脉是那样，就是一开始都没有好好跟他们说从皈依慈悲慢慢说起，反而先让弟子们法友们会员心中呢种下一种自他之间的一种分别，或者这种偏私的这种分别心哦等等，所以这样实在是不太好的。我们每一个加入中心的参与这些寺院的法友，都应该要清楚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进入中心，就是为了要修学佛法，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目标。所以这应该是在你第一天踏入这个中心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明确知道的。所以在这里我要说的重点就是，一个中心应该要多讲解这个佛法的内容，多做这个介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努力的让每一个法友会员，他们的法友们，他们的心中真正能够了解到什么是善，还有如何开启心中的善心等等哦，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这个问题是在很多禅修教本当中说，禅修的时候我们眼睛要张开看着前方的虚空，但是呢我自己禅修的时候常常是闭着眼睛，那我应该怎么办？当我张开眼睛禅修的话，我会发觉自己的心没有办法安定下来，请问我应该怎么办？命对你，他还是我命对你难过了，这点的钱你就没了，真的，命对你难过了，他命大大忙不要的，恰恰全部都走不进别难路了，你命大大忙不下多，那差不差就怕难过了呀，不那么了呀，大过呀，当然得大的了呀，确实忙不重要的。但是呢，今天我讲的新年功德，跟每个他的那这一天给盘难了，大三不计较了吧？那这一天给盘难了。那当然是样，多开心拿了了呀！他们也看啥？耶稣到外头，耶稣到外头，没对的到外头，他看到了就每天说六六千，好像给被盘难了债呢，大哥有几买的什么？没债。他那就是他看到六六千，别的没。唐不装的那样的这个青蛙用啊的这个年糕要的是不啊的光给八千中国的是。这里就是呢好像总差不样没用吧，好像当然差不样没用吧。大概的这光光呢把这命当了得不要把这些开始送给你了。光把天呢那广播没听呢，这发出来，他总是就搞出来，命就蛮破的，别也没准备也没吧，啊，还讲当晚也没，天天就去，过来了，天天送多。但因为呢，就当命大大的，也不是给什么大的，名啊，当代表，那么当代表冲突，跟着训练也不得嘛动，你也说的这，给这起码这要嘛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很多这个大手印还有大圆满各种禅修的这些教法当中，都有提到不同的这种怎么说眼睛，当你禅修的时候眼睛的观看的方式哦，譬如说有一种就是你要凝视虚空，但是所谓凝视虚空也不就是张个大眼瞪在那傻傻的，然后并不是这样，它里面有很多一些要点的。那先不谈那些，我们说一般来讲禅修我们会说是看着稍微视线朝下，然后呢微张你的眼睛，看着你的鼻尖的前方的这样的一个虚空当中是自然放松的。同样在显称的大乘经典当中里面也有提到，禅修时候的眼睛稍微微张，你不要往右偏也不往左偏，就是直视前方，放轻松的看着。所以并不需要一开始就瞪大的眼睛瞪着虚空了，重点总之禅修你的眼睛的是要放轻松的，这是很重要的。那么
也有一些教本说，如果一开始你的眼睛就是闭着的话，比较容易昏沉想睡觉，那这是一种禅修的障碍。所以重点是禅修的时候眼睛不要张得太开，也不要完全的闭上，就是放轻松的稍微的张开就可以。同时在一些教本当中也会提到说，对于一些老参，就是已经在习惯禅修的人来讲，他们会比较习惯是要张开眼睛的。所以对于一些不习惯还没有熟悉禅修的人来说，那总之眼睛稍微朝下，视线朝下，然后不要太张开眼睛，也不要完全闭上了，那这是很重要的。但无论如何，最好是你要跟随一位具德的有这个禅修口诀的上师去学习，这是比较重要的。如何在坐中跟坐间，就是在做功课的时候，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跟这个观修本尊跟直观心性禅修一起来做呢？比方说这个问题怎么问得越来越深了，结果这个问题本来主题就是利他的心哦，怎么成为一个好人，怎么越问越深，都已经到初地菩萨的问题了。最近东尼这边还有那种国庙的说他刚刚这个学入的这个朋友的还有那么多国庙的意思吗？学入的朋友的他这样说天气给维系发言那么少，那他天下就上阿拉美给是这些呢，他这些天气给维系发言那么少。天天印度山呢，你超级呢，他说，他来他说这吃个钱不当，那做嘛钱不当，乌嘛钱不拉少嘛，他天天给这大卫，他我什么都买到那，就大卫苦啊月份东西。Core understanding 的不是，大体的这个大约 core 也不是这个团呢，这年龄啊，这个说是，他东西给咱把它拆开清白的，他本来拆开清白的，说我怎么的是录音笔呢？没事，他说这建的国门的是做没有吧？你教我们的他做音笔就是啥呢？让个身体人心，得了就麻雀吧，你也不想的，他第一个身体人心。他为啥话的？他说他，他说的，为啥？为啥为一些这男的哥哥，我都就爱了，但是就别做小了吧？他天天我都就别做了钱，天天为他为啥为一些的？但我，他一些也罢了，这男不男也男不差的吧？他这个什么当过员嘞？你就啥呢？但是다음무슨도제도말대다이번에몇번남자로채는다대로대로세례지게비시대다들지모두제바인사바로붙이다대로대로세례지게비시대는하얀남발로모두교수님말다들지고아를지랭구면단도나다도다도도대다사모동번이다俺在家乡，我顶中生来大路，你过完的，你们都越过来的，干什么意思？这过完路的，是吧？别东坡桥几个是都是俺看俺没，几没江面路这些没吧？哎呀，南洼桥几个，俺他刚说的这，谈起了杨过这点点处处了，阿天岁月不没吧？但南心都东，东心都南，但是你这过完的这些，那不是这。这移动不拉的，当俺们这去搞啥得得的，个 mindfulness 啥个，这些人都是共同面着。但还是干啥？这最主要的是俺来主要两个人面向，俺得得的，他没上班的，吃都没人，给这了去。他妈的，这俺心大的，
给是他们的是现在都没到了他的年纪也是嘛的所以这里谈到说如何在做本尊观修也同时能禅修哦。那么首先谈到本尊观修的时候呢首先观想的呢这个并不是一个血肉之躯哦。我们在做本尊观修的时候而重点的是我们在做本尊观修观想自己是本尊的时候其实它是指说我们具身本具的那样的一个自心本性也好或者叫做具身的智慧呢它展现为这个本尊的身形或者这个佛菩萨的身形哦，这是观修本尊的意思所以在无上像是在无上序典当中就有提到大乐具身智它遍满着每一个本尊哦，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同样呢在做本尊观修的时候譬如我们说大手印也好大圆满也好大中观也好的这些的内容我们就算没有办法我们并没有实证大手印大圆满或者大中观但是我们至少要具备着就在做本尊观修的时候至少要具备着这些法门的一些见解跟理解哦，那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一些空性的见解缘起的见解这些应该是要具备的那么同时我们说在比如说在以大手印的这种传承来讲呢它不注重的它注重的并不是所谓的观察修而它注重的是安住修也就是直接将心安住在这种无造作的自心本性当中透过这种大手印安住修的方式你直接努力的让自己的可以说光明的本质本然的智慧能够从内心展现出来所以这种所谓的光明的本质自心的本性它的本质呢是这种自心光明本质但它展现的相是什么呢就是本尊的相哦。所以这是整个我们说所谓观修本尊它最主要的意思所以并不是说你提到这个又观修本尊又禅修自心本性其实你并不是在一心二用并不是的而是你只是将你的本质展现出来而这个本然的智慧自性本性是每个人都本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将它开显出来而已所以你当你在做本尊观修的时候的意思就是你刚开始透过一种刻意的去观想然后你想说我的自性本性展现了而且这个自性本性展现的像就是这个本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观想自己是本尊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总的来说当你在做观修的时候甚深空性的见解还有广大的缘起的见解这两个你要平衡要同时具备是很重要的因为所谓的空性并不是完空所谓的显相也并非实有而是显现中有空空性中能够展现各种的相貌、啊、所以同样当你在做本尊观修的时候也要带着这样显空不二的心去修但无论如何其实这个问题哦，真的不是我能够回答的我这次的主题是我能讲的呢其实就只是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如何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善人哦。像这么深奥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也不懂不是我的能回答的这里似乎问题越来越深了可否请法王解释一下所谓的空分跟明分这两个部分人家多少个身体东家党杀千年的看这一面这些都是哪个东西 The mind No 啊当然把这些那么多哈些他这里啊弟弟姐这里啊这些地高的现象中文中念的新大学
方说，因为之后的内容也会稍微提到这部分，所以这个问题之后再回答。再换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在譬如说清朝的康熙皇帝，他的确也很照顾人民，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的确发动这种战争，也杀了很多人，所以沉重，这当地也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人矿给骂骂不，矿给加勒比告诉骂也骂不沉重，天天骂就告诉没有骂不行。就算咱本来交不空头，所以像是这样的一个皇帝，如果他也要成就佛果的话，那他是不是最开始也要像密勒日巴尊者一般，要做这种大的净除罪障的这样的各种的修持呢？当然，这个都不如剧情就写好的。方说，那这可能要研究一下这个历史了。清帝皇帝康熙这里啊，这当官清帝都跟他呢，这给我，告诉你，给别哪里他跟他给我念啥钱了去，这是啥地方嘞？今天他结婚就算了，或他就是这个的马的，他就是用过的，或者是不是？看到呀，果然，他说的拿去两年前，他把都票拿不上给呗，去两年前，他把都肯定呗，那去的是两年前。안에 바지지왕한테서슈류산에바지바지디인베당에노르면은왕한테서슈류산에지당구랑고마개보인류산에안에왕슈류산아주미패번는신체네지라메라메총리야지댐마베댐마베토리야대야당다안에신진고려야지라메진고려뿐만이아니라서지당디코디코라개보룩스웨르디디디고말바이내구랑기但爹妈不要吵了，爹，爹不用我做呢，爹，他那些就那么来啊，就苦巴吃吧，吃当都撑了，没拍吧，俺拿出来啥不咯，就那吃呗，绿绿绿的多。加上果然给就缺少到呢，就伢们，俺他那些就伢们钱呢，那边嘛送下不就是，果然给伢们钱，伢们钱呢，俺果然伢们用的穷死的，也倒不赔哦，但真正给人俺多。今天就上大看的是钱了，但没上我那钱。看啥说说的，老爷人不当，就晚辈人不没找人就上嘞，没刚刚没来这边那些，那就过些天年嘞，就没些天年过些天年嘞啊，但人家就告诉搞啊，结果也不是给一句嘛，没上我那也不是给一句嘛，啊，那就当也不是给一句嘛，但。这里查子什么的，对吧？比我多，这里连接上。所以啊，这里首先谈到这个，这个康熙皇帝呢，他是皇帝当中，可以说清朝当中非常非常出名的这样的一位皇帝哦。那么当然我们说身为这个皇帝的时候总是会有这种战争啊各种这些情况的，无论如何这位康熙皇帝呢，他也学习这个佛法，那同时他也有学习这些藏传的这些佛法，尤其是噶当派的这些教法。那么过去还有提到他接受一些灌顶，那当然如果我没有记错或者我没说错的话，似乎有这么 一段记载，就是说他我们说因为他贵为皇帝，那么他应该来讲照理说没办法跟一般人一般，就是接受灌顶的时候必须坐在地上啊，或者这个然后宝瓶放在头上啊等等，但是听说这个康熙皇帝呢，他比一般人更加的恭敬，
他是坐在地上，而且还真是跪着，这他比一般人还更加的恭敬来接受这些灌顶。同时也有一些记载说，他在听闻很多这些法教佛法之后，他也付诸于实修实践，并且他也总是向他的老师报告他的各种的觉受跟他的各种的证悟等等。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修行的方式，因为每个人的根器、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同的，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必须要跟弥勒日巴尊者一样的行持那样大的苦行的。这个问题是以前法王有说过，在修上师相应法的时候，上师是佛陀化身的样子，那加持会更快速的得到。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样的修持跟本尊的修持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他啊，是你在那先不讲成本的咋？首先，方叔他不太记得是有说过这样的话。好啊，懂啊了，那个俺们那几些人等人赢过了，干呢？好啊，懂啊了，得啥玩意噻？是那边人说现在哪都，那当然是是。이담길라에내줄세나자도성로녀모지녀모위냐부르안자디나네게아니지녀모바디모안디나네소지가르쳐제라바베나지등징기냐부르안자근데충분이나안고와동안데사바로고에자와등징이로와대고매서토나안데레섭스지빠지유서마레다도나지최녀모위냐부르저거야데계심이있어근데그니마나가자데정기민도야아디디도자정기민도다든데마지나나오다라마추구룽구쭈구다양구퇴바지수야샤네다구퇴바가서하다다니사마니기구무유기구다디가가르수야샤네다간다쭈구무거들쭈베쭈구쭈구이네다펜더스김도가쭈베영쭈르지네다들이주산도조디유모비년부를조고하는게좀있어래对不起，这个问题是问到说，那这两个方法是不是可以说都是消除轮回最好的方法？那法王说，首先最重要的，我们说什么方法可以消除，怎么样可以消除轮回？空掉轮回最好的方法，比方说就是你真正降服你的我执哦，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无论说你在做上师相应法的修持，或者你在做本尊的观修，或者是你在做各种空性的禅修也好，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帮助我们消除烦恼，尤其消除烦恼当中的愚痴，还有尤其消除这当中的我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轮回的根本就是我执，所以当你降服了我执的时候，你也就出离这个轮回了。那么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佛法，它就是它必须是要是能够对治你的烦恼的对治法哦，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至于这个法友问到说，我曾经说过要上师他是化身呢，那在这里我是不记得了。但无论如何，你要称他是法身、报身、化身，甚至开玩笑说，你甚至称他为再一次的化身，或者是金钱的化身，或者你称他什么名称的都不重要。重点在于什么？就是任何这种观修法，任何一个法门，你都要让它成为真正你实修的方法，让它能够真正对治降服你的烦恼，降服自心，这才是最重要的。他到那这第一次是有的这七日一松子吧扎念吧这痴心吧等到他们去那
초와 심바서마를 초와 대화테르베 겐자마도베 문에타네다 디기 오마 대처요마나스 다 디기 오마르게 가사 쉬베난시 라소스 에 귤라 다 다 콤지스예베 에 겨암 상베 유엔데 데다 디기 오마 대처요마나스 所以总的来说呢，在这里接着谈到这是课程的内容也就谈到说快乐的时候那么它不是外在的所谓好看的东西，或者说好听的声音，或者说好吃的味道等等，并不是这一些。所以真正的快乐它不是外在的这些事物，这些只是以一个缘，它并不是真正的快乐。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呢？是你真正能够回到自心，越来越习惯于你安住在你本具的本然的这样的善的这种功德当中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这个人是这东西是我的呀那就去了一个我不一定明白米勒民在吧那瓦勒民年吧伊勒民州啊他这个的东西我们的什么吧他东西的做的我说是心居的一个的吧是心出版的心密的完成的就年末吧他那的密的完成的差的啊所以同样什么是苦呢苦痛苦它并不是外在的比如说难看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不悦耳的声音不好听的声音或者是不顺心的某个事件某个事情都不是什么是痛苦痛苦其实是你内心的烦恼跟一种烦躁不安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痛苦근데일단미지디기는제가나아주된돈아주배수제가다가라서나심규래야개회사변개벌체개회사변에서다야기하다네권의권비도배워체아든지지리샤지안다나신지가서드린주사안대란찹지기다대대래가서다대다가는시지미개와지미준비초동해기다동해기규세난다도다동해자와도뇽문거다되게되서물어지마주에마지고년버체뇽지체과다계심을해다대래양에배수연으로지쉬어요배수연시다가주디所以如果说我们是想一个得到快乐人生的一个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必须回到内心你真正要尽量的去开启你内心的那样一个善的种子然后好好的培养它让它发芽让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广那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尽量的去降服跟减少各种的恶我们可以说这就是痛苦的因所以也就是各种的烦恼我们要去降服它变成boss 的话加个 hero 的时候变成 movie star 的这个现在当给给他全部当那就是 movie star 或者可就用呢你迷茫不起这个天幕的你会用过了吧迷茫不天天幕代表车都那个娘钱的用过了吧这里就是呢可是穷人的当过车位呢穷人的 choice 车位呢穷人的 hero 的强队员然后呢 hero 的那用就是呢天幕当给你没钱的天幕当给的强队员
所以在这里呢要举一个例子，就好像大家都知道明星哦，无论是演戏的或者是唱歌的明星，你看他们总是明星要进场的时候都是在观众的这种掌声当中欢呼当中进入到这个会场哦。所以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你能够选择，你希望成为的是那个明星呢，还是那个在一旁鼓掌的观众呢？那你也别的肯定是吃了呢，再变得迷茫，我变得 movie star 之前都迷茫不起，我就迷茫不起，给三年拿了两个关机，说是保护差，说是民权保护差，变得出不差，然后呢就搞出来明年赚钱去差，但看到了明赚钱了，明赚了差这个，对吧？要了，明赚钱了就。迷茫不懂账嘛，别拿呢，就说说了呀，没场面去，没场面去，说说了打电话去，打说说了做那样的，你不吃还不去，那就得吃什么东西了吧？那就第几次就是这看到这三百不去，宁波就是过不去，宁波就是排不到，打三百去，宁波不这个不去穷了，打真的穷了，那就一次不去，啊，打第几套牌？从哪了？叔叔一年级，大姐，叔叔也不得，但穷多啊，上岁数大姐用过了吧？等于就是迷茫不就从哪了呀？第几是啊？对，怕自己干出来，宁波的是过嘛？就叔叔了，大大远点哇，我嘛远点不就是过过没去不去？但别人别人这个上山了不就没了？啊，这个叔叔上大了就没的，但我嘛宁波的大大远点就他桥面都是他。大别子出外境该叫他们，他天天就三百就穷了，那这个这感觉这个 exciting 了，这个约定了。那别人就摸着了钱没得，宁波，全宁波了不得，这全部都三百。那啥就天天样别吃钱嘛，不约定的，就穷了。那啥就 exciting 了不得，那就别别的就二三了不得，这就用过了吧他。那第一手就用过了吧。这三个上面的这地基下的我们也把它打也把它做开拍嘛，它就忙把了这三百多几天这等着就投了送上去，那等着这个钱呢，我说地基都得要的是所以其实问这个问题哦，其实主要是说我们很多人呢似乎都很想成为一个明星，意思就是我们都觉得真的快乐是要成为一个得到快乐是要成为一个有钱有势一个不同凡响或者一个万众瞩目的这样的一个人，好像这个才是快乐哦。所以你总是觉得你好像成为一个不同的一个人，或者得到一个不同的一个新的东西，所以过去的或者旧的甚至你现在拥有的你都觉得这个不怎么样，你都觉得这个不好，你也觉得不满足，你一定要得到个什么新的你才觉得那个是快乐。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快乐的一种误解哦，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么想，比如说夫妻之间有争吵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这个太太或者这个先生他实在是不好，那我换个新的搞不好会更好。那或者你要车子，你说旧款的不好，那新款的哎，功能更多了，你才会有新鲜感，你会觉得那个才会得到快乐。所以过去的你都觉得那不是快乐，甚至你当下拥有的你也不去珍惜，你也不觉得那是快乐，你把快乐总是寄托在于未来会得到的什么的东西哦。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快乐的一种误解，那我们却总是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去寻求去找寻快乐，所以这是错误的。今天就三年这当年别连这边呢希罗路径那看到了 movie star 说了好像当年找过 movie star 的是碰着名的他的时候就没有他看到希罗路径嘛团用就三年过团用就三年过三百几百月当几百名提出不来那过年不得见团用都团用过了一年他推荐去 famous 的时候没年来见不得说可对呢过马上去三百几百人都过
아니 마트에 온다 이네 라바 담댕이도 쉬부지 가도 여러다 다 고지 되는데 사나 베게 잡슈 잡다 라바 잡 쉬부지 가조 쉬부지 쿠란 프레젠트 쿠란 데 프레젠트 여바 쿠란 기 베침니 다 바지 지 예도 체 리도 체 다 바 칸네 다 가다 지 주도 메베 소아르 지 그러 아 드네 주사네 아주지 가르쳐야다 아 드네 주사네 다지당고 민이응게디 이로드 마트에 고란도 민 가셔야디 니라 첨부 민 첨부 지도 요아르디 이미네 고덴데 요마라 고기부 요에다 기부 요에메 덴데 요마 드네 주산다 오네 드네 심 기부 기부사다 수술 요아르스나 다데 라바 답딩 수 요아르바 아 고수 집지 가데 요아르바 드네 주산에 다가나시 아주 상물로 지 디지사 대신 기부사다 가네지스나 다 프레젠트 썸으로 지금 다다 여행되어 버리려 아주 이제 테크 딜라이트 썸으로 다지 좋아야 뭐냐 썸으로 띵 썸으로 봐당 난 다나신 이제 가수의 뒤토하는 지금 다대기 가수의 다들이 야 측지도 돼 다대기 지금은 니 대화냐 무슨 연구해야 돼 그지 계심이 있어 난 너나 그러나 지금 다다 강한 여행 버리기 있으면 그러지 않아 다다 강의에부터 이스마 다디 삼모 동당을 지내자 가시엘 다지 가시 전기로 봐또 이스마 제가 가는 알 때다 강강 매봐디 이스마 제가 가려 알아서 알죠 봐 다 이민들이 이스마 제가 맞아 사야도 유명해 계자마 임바 아니지 소수기 다 유명해 유명 사야도 좋아마 임바 다 이민 사야지 계자마로 다 간다 조디 소수 디기던 데베 가사질이야 소수 통다 마통 근데 장부지 안 매된 게 지내고 기부지 고란주 기부지 고란 대학 특실을 지도와 아니 축부 빼매지 고란주 전부 예비 있는데 저에 다 가서 선배 전부 지진 로데아 정요 근데 이제 산다 유명해서 가면 얘 가사 쉬는 신 我东厂忙不吃厂忙不当的啊嘞，人家搞的物，他这个是什么物质人呢？人当钱不咋什么些啊嘞？天这物个差么人嘞？没比呢？嗯，我是说出来嘞，说不那图嘛嘞？人家物差么人嘞呀？还是那个人当钱不？嗯，女的女的的女的呀，怎么搞不？他妈是顶上上么了尿过多，落了尿过多，出了尿过多，怎么物的尿过是？ Oxygen. That kind of thing is in the hands of the king. In the hands of the king, he is in the hands of the king. He is in the hands of the king.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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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in the hands of the king. 这个是电话钱包的东西差点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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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针对他们，总之这只是一个例子，因为其实蛮多明星他们普遍似乎并没有那么开心，当然你说他们的出场啊都蛮风光的，都蛮气派的，但是的确我们也知道许多的明星他其实也蛮，他并不是那么的开心。所以这里我想要说的是，其实真正最开心的是谁？是那些观众，不是吗？那些观众可疯狂可开心了，他们非常非常的满足于他们看到的这个明星哦，你看他们欢呼，他们鼓掌，他们甚至开心到昏倒，他们完全沉浸在一种不可言说的快乐当中，不是吗？所以问题是，你想成为一个明星还是成为一个观众？这个问题在于我们总是想说明星他很有名，然后他也可能也很有力，但是这是不一定的，就是他内心是不是因为这样而得到快乐，这是不一定的。所以真正开心的人是谁？搞不好是那一些正在享受着
这样一个场合在那里拍手鼓掌的那些观众们呢，不是吗？所以总的来说，什么是快乐？就是快乐就是在每一个当下，你随时能够感受到你自己的每一个情况，你活生生的在经验着你每个当下，就好像一句话说，你要感受你每个当下的那种喜悦跟快乐，你满足你所拥有的，这个就是一个快乐。但很多人一听到就说满足，那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可能满足啊？但这里的问题呢，其实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是在于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快乐，这是重点。就好像说昨天有举的例子，乞丐他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如果内心他体会到，他知道，认知到他是快乐的话，他有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话，那他就是快乐的。同样一个富有者，他可能拥有很多，但他心中他总是不满足的话，那他也总是在焦虑，他也无法得到这个快乐的。所以快乐呢，并不是说你拥有什么，而是你拥有什么样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就像昨天我们说，其实你每天你都可以体会到一种喜悦，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呼吸。你看我们每天你呼吸是多少次，这个呼吸可珍贵了，因为你要知道一口气不来我们就怎么样，就没有命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呼吸它可是钱都买不到的。当然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多东西都得要花钱去买，你说水也要买，电也要买，搞不好哪一天一口气也得要，氧气也得花钱去买哦。但无论如何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忘了你每一个当下存在的这种生命的一种喜悦，我们都忘了。就好像我们这一口呼吸，这一个呼吸我们都忘了它，不在乎它。所以如果你能够去感受你的呼吸，知道这每一个呼吸的难得，你就能够体会到喜悦，生命的一种喜悦，这个就是快乐。大家年就是啥呢？大家年纪这个的就开始大娃呢，就是啥多开始的什么男家的东西呢，学学是吧？什么个男子东西之前呢他上要不就整容去了呀，第现在是个弯曲是吧，但第年纪吃过来是的，那就是年纪吃过来是那样，就是你就完全不及格的意思了。这里就是呢，他提炼的啥子了吧？他提炼多啥子？那啥你捡的是玩具，捡的是玩别的是，我的他外头你买去啊，有学。他看他捡的是玩具，多丢去切，俺提高了这些呢，就什么男子动作的这些都没得去带。他看到呀，当年的送他，年的送。所以这里呢，方说。之前这是做一个宣布，也就是刚不是有发有问到说自信的明分跟自信的空分的部分吗？那这是因为之前前几天似乎有弟子请求创古仁波切给予一个观音菩萨的灌顶哦，那但是后来仁波切大也请求法王说，因为法王在嘛，那就请求法王给予灌顶吧。所以应该会在明天或明后天的时间当中，法王说他会给予这个观音菩萨的灌顶，那么简略的给予一个观音的灌顶。那可能有关明分空分的部分会在明天再说了。 Maybe we can talk tomorrow.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may maybe not next few days, tomorrow. And tomorrow have the empowerment. Tomorrow we will have an empowerment. No. This is too short. Because somebody requested Rinpoche. Then Rinpoche says, I need to give you. Then.Jerry's in power land. We are not sure the 400,000. 所以主要是因为有人请求创古仁波切给予观音的灌顶，但创古仁波切
又请求法王给予这个灌顶，所以应该是在明天会给予。那至于是四倍观音还是千手观音，目前还不一定。那总之会给予观音的灌顶，那并会且在那个时候会甚至是更多手的观音菩萨还不一定。总之有关名分空分的问题会在灌顶的时候可能再做解释。但你们但你们行啊就拿到了呀。所以啊你上过的你一点不啥的他的结果没啥的。给自己开始虚不得。也知道我们没上过去一边。我们没上过去一边。我们没上过去给车要买的呢。没第一的点不起把这银色买的。但一边呢那咋全部我的那是这三个重点的女生那么厉害。我让他没上过一年明年第一年不一年明年给这些全部得搞穷这里就算了从我的人的突出当那些从我的你给这些年轻朋友的从我的投降那些人所以总的来说这一次的课程在这四天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有关如何成为一个善人成为好人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那首先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善人或者一个好人或者同时呢我自己也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啊。但是无论如何这几天我们是在圣地这个圣地是佛陀当年告诉我们如何止恶行善开示出这样的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圣地所以这一次我们有几天的时间能够在这样一个殊胜的地方也讲说了有关止恶行善的如何成为一个善人的这些内容那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做到并不是一个好人一个善人但是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我真的就感到非常快乐非常喜悦了同时在这里也要再次的感谢大家在这几天前来听闻我的来参加我的这些课程要再次的谢谢你们那这当年的话其实的可能是呢但你给第一个量啊就是主力钱不当第一个量当时钱不当时第一用途都买了的第一用途买了的因为啊你当然成了那么多年中那你第一个量给下的你知道给第一个是 introduction 的不是没吧做的其他是产品的第一年的生活月吧他那些在外月吧出现了这些人就算了但你也给这些人他们给这些月吧他们说明白了要么的第一年给这些人要么的你也在外的生活月你要么的给他做了批月的这些人你就算了第二年你给他做给他做这但没信任的第一空的空别都要啊当那是电信级别没那么熟悉所以这几天的课程我们不一定说透过就是分享讨论快乐这个主题我们不见得就真正马上就得到快乐那这几天课程其实我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的课程不仅仅就是一个分享或者对于快乐这个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善人的一些介绍而已而是我希望透过这次的课程真正
将我对你们每一位的关心跟祝福也能够借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因为你知道我讲的很多内容，有的有些道理，有些也实在没什么道理，但是我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样子能够把这种祝福关心能够供养给你们每一位。所以在课程的最后，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祝福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人生。Yeah.